大家好呀，我是阿凡，欢迎来到我的课堂。今天我们这节课程呢是旧物利用，然后呢阿凡来教大家勾一款可挂式的收纳筐。这个呢我们可以装这个鸡蛋，叫鸡蛋筐，你也可以装我们自己的这种零碎的毛线小工具，还有我们的化妆品什么之类的哈。因为它的镂空比较大，我勾的是这种水草花，所以呢它只能收纳这种大的东西。如果你想收纳那些零碎的，比如扣子啊、记号扣什么之类的，大家可以换一种针法，我们全部勾短针，它勾出来会比较密实一点哈。我这个因为是鸡蛋款，所以我就勾的全部是这种带镂空的花型。好，下面我们来开始上课吧。好的，我们需要的原材料和工具是一张这样的旧碟片，然后呢，我用的是这种麻绳。棉麻的麻，绳子的绳，大家可以自己去搜。家里如果没有这种线，你不愿意去买家里的这种五谷牛奶棉啊，或者说你没有粗中粗的线，你用两股细线合谷也可以，反正只要是中粗的线就行哈，随便什么线。但是这种麻绳呢，勾出来效果会更好一点。然后工具呢，我用的是4.0的钩针。我们先来勾这个收纳筐的底部。底部首先这个麻绳我们先打个结。好，把钩针穿进这个活结里面，先把这个放在这里哈，放在这里以后呢，大家看清楚，我们给它这里线从这个中间这个洞里面掏过来，掏过来，放在钩针上，挂在钩针上面，挂了以后呢，我们稍微拉紧一下哈，好，从这个活结里面穿过来，穿过来以后，这个活结我们也拉紧。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先把这个线一定要拉紧，然后呢，钩锁针，一个、两个。这个锁针你也可以不勾，它勾出来这个，如果你不勾锁针的话，它这个底部，就是我们这个底盘，它会稍微密实一点。我是觉得没必要，我的意思呢，就是只要这里挂一排这个线圈，我们能勾上这个主体就可以。好。挂了以后，我们勾一个引拔针，引拔针以后又把这个线搭过来，我们勾两个锁针，一、二，好，继续，我们又把这个线从这里中间看到吧，掏过来，好，一个引拔针。勾完引拔针以后，大家可以把这个线圈稍微拽紧一下哈，拽紧一下它会更好看一点。勾完引拔针以后，我们又找到这个线头，一定要拿住这个线头，给它勾两个锁针，一个、两个。好，继续。看，掏出来以后，我们挂在这个针上面。这个线头看一下，线头我们再尝一次吧。一个，哎呀，两个，好，这线头就不用管它了，后面我们就直接勾就可以了。再看一次哈。好，两个锁针，看到吧，这个我们收纳筐的底部就是这样勾，这个锁针呢，我勾了两个，你可以勾一个哈。好的，这个底部呢，我们就完成了哈。完成以后，大家自己去引拔连接，然后呢，我们勾，看，在这个两个锁针里勾两个短针，看到吧？就是这个，我们勾的这个引拔针不管它，就是在这个两个锁针里面勾两个短针。好，大家自己把这一圈短针勾完哈。好，这一圈的短针勾完以后呢，我们在这里再加一针吧。好，然后在这里引拔连接。
这个地方有点不好引吧，特别是这个线啊。好，一、二、三，我们在这个。看一下哈，应该是还在引拔针这里勾。这一圈我们勾一圈长针吧，在每个针目上勾一圈长针，在每个针目上勾一针长针。当然，你想要这个框子它比较厚实一点，比较就是立体感一点，你可以全部勾短针哈。这个没有关系的。好，我们就这样在每个针目上勾一个长针，把它勾完这一圈哈。好，这一圈长针勾完了，我们在这里引拔连接。在同一个针目呢，我们再勾两个长针，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起立针这里总共加上这个我们开始的这个起立针，上一圈的起立针上面，我们这里勾了三针，一个锁针。好，第二针、第三针跳过就不勾，我们开始下一组。每一组呢是三个针目，第一个针目呢勾三个长针，一个锁针。第二个针目呢我们跳过去不勾，第三个针目也跳过去不勾。好，大家就按这个方法呢把这一圈给它勾完。如果你的针数不是三的倍数，比如少一针或者说多一针，大家自己调整一下哈，这个呢没有关系的。比如你少一针的话，你可以随便挑哪一组，哪一组给它，这里呢我们跳过一针就可以哈。好，最后一组的水草花呢，我们这个锁针不要勾哈，直接在这个起立针这里勾一个短针。好，开始第二圈花样，花样的第二圈呢，我们是在两组之间这个锁针上面勾。也是勾三长针，一锁针，看到吧？就这样勾。好的。然后呢，这个总共勾几圈呢？就是从我们第一圈的长针开始算，就是总共勾多少？勾六圈。第六圈最后一圈呢，我们稍微改变一下，就是把我们这个两组水草花之间这个锁针给它去掉。我们就是全部勾三个长针。好，大家把这个六圈给它勾完，勾完了我们来收这个边，好吧？记住哈，第六圈呢把锁针去掉，我们全部勾三长针哈，这样勾出来的框会好看一点啊。好的，前面们看一下，因为我的手比较松，所以呢我只勾了五圈，我觉得这个高度足够了哈，大家可以自己决定吧，这个没有说规定多高，你自己。喜欢高一点、深一点，你就多勾两圈；喜欢浅一点，你就少勾两圈。然后这一圈呢，我们勾短针。大家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它勾得有型一点，就是稍微收一点针，就是换一个细的针。我就拿一个3.0的吧。然后勾完这一圈以后呢，因为我这个麻绳不好勾这个花样什么，我就直接勾一圈短针就结束。大家可以怎样呢？就是我们再勾一根绳子。如果你勾绳子的好处在什么？我们可以方便悬挂，比如你装鸡蛋呢，或者装什么东西，你可以挂着，挂着可以干嘛？省空间，节省空间，好吧？这一圈就是这样哈，用这个细的针，细一点的针勾一圈短针，这样勾出来它这个形状特别漂亮，就是我们这个口子这里它稍微有一点点收。这个短针呢，大家可以勾一圈、勾两圈，它都可以，自己自由发挥吧。我只是把这个点子告诉大家，是吧？这种旧碟片好多姐妹家里都有吧？好，自己把这一圈勾完，我们来勾这个挂绳哈。好，这个呢，最后一圈勾完了哈，我们又拿出 4.0 的针来，是不是有点太啰嗦了我？然后呢，1、2、3、4、5、6、7、8、9、10、11、12，这个绳子的长度呢也要你自己决定哈，最起码我们要比这个框框的直径要多一点，多一点，然后呢可以悬挂，大概是36针到46针左右，好吧？好的，我这个呢总共勾了36个锁针，然后呢大家找到我们对面
相对的位置。我这个最好找，因为我这个刚好是16组这样的水草花，所以呢我找到了这里中间的位置。中间的位置呢，因为我们还要勾一排长针，所以呢大家不要找到我们这个正中的位置哈。从这个位置这里1、2、3，我们往后面数三针哈，把钩针放到这里以后，我们给它把这个给它不要拧了，中间不要拧了，大家找准这个位置。好，然后这样就可以了。好，然后呢我们再勾一个锁针啊，现在我们可以在这个中间的我们做记号的后面这一针上勾一个引拔针。好的，然后后面就简单了，我们就是在每个针目上勾一个长针就可以，长针中长针都可以，或者说干脆我们勾短针其实也是可以的哈。你看我是勾的中长针，我们在每个针目上勾一针就可以。看一直勾到头哈，先把这一圈给它勾完，就是勾到我们最后这一针这里，好吧。好，这一排中长针勾完以后，大家看一下哈，我们找到这里，看到吧。因为它这一排中长针或者说长针，它要占一点位置的，这就是我为什么找到中间的位置，然后还要往后面退三针的原因，要不然它这个带子就会偏掉，它就会偏了，就不是在中间了，对不对？然后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位置就差不多。大家如果觉得这个地方有一点点还有点偏的话，我们可以往前面挪一针。我这个只跳过了一针，看到吧？这个自己要学会调整哈，姐妹们。这个框子我是觉得挺好的，如果你没有这种麻线的话，我们可以用家里任何的线，也是属于第一个灭零线，第二个是叫什么废物利用，对吧？这种碟片好多人家里都有，好像现在这种没什么用，丢掉又可惜了。好，是不是挺漂亮挺实用的？然后这节课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哈，感谢大家观看。